OK， 八点比平常早一点出门，其实本来是要更早的啦，但就是有点事又耽搁了这样子，好吧？今天手还好，是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写稿，就先这样咯。我现在用的是 Osmo Pocket 来拍，看一下状况怎么样。那啊，我今天也先不开 4K， 还是要开一下呢？先看看吧。试试看，行，上班了。哦，12:30，约了人来中民权西路站这边吃午餐。不过看来人事都还没到了，这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嘛。就是习惯早出门而已。那么我们来就是等人咯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好得不得了。OK， 先这样啦，谢谢你。我拿到了俊泽从日本帮我买的原版 A 片，耶耶，可以，耶。对，你们下载一辈子 A 片，有看过正版的吗？原来现在还有人在买 A 片啊？有番号。对，好的，今天就是跟这些人吃饭。一些人吃饭，好的，那我们要吃什么呢？先这样，山东水饺大王，希望有位置。剪好，怎么放绑在身上？吃的。这间的煎饺做法还蛮特别的，所以它15粒要120，有点值得啦，但其实蛮贵的。好啦，我们来看一下俊泽今天带来给我是什么呢？他带了一个鸡节出汁，对，好啦，化学调味料，然后再加了一瓶，对，一瓶酱油。好的，谢谢他。还有一本出汁，出汁说明书，出汁的说明书，也就是他带了一个高汤粉。就是如果大家有去那个运动，就知道宝矿力水德也有出粉啊，它就是类似的东西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山东水饺的煎饺，其实它有点像炸的。来来来，下手，补画面。专业，会补稿吗？会啊，明天早上就会出现啦。谢谢大家。OK， 现在吃完饭，拿到了礼物了，那就回去了。那今天就坐捷运好了，因为走路有点来不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的朋友说要搬家，然后整理出了一本硬谱，然后刻印的石头还有雕刻刀，他说他也用不到，而且他根本想不起来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他就问我要不要，就给我啦。我突然想到这些东西我家里好像也有，虽然我也没有要刻印章，但为什么会有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像他也想不起来他为什么会有一样。莫非每个中文系的家里面翻一翻都会有这些东西吗？我也不知道啦，反正就先这样了。谢谢他。好啦，现在要赶快回去上班啦。Go。Don't talk about me when I'm gone. Oh honey, though our friendship ceases from now on.